大肠挖的货都挺稀奇的啊，今天再来挖个不一样的啊，嘿嘿，我的妈，这是个啥东西啊，我的妈，水靴子，嘿，哪个老铁钓的，嘿嘿，啊，我的妈，水，这里边怎么还有海鲜啊，啊，你抓过的老铁扣个一啊，啊，喜欢大海，喜欢渔民生活的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了。网上挖的货来了，兄弟们，很多老铁私信我说啊，你能不能拿一只刺桶把它提起来，然后摔下去，看它能不能爆啊，我今天摔了，我的个妈嘞，啊，没有爆，它果然生气了啊，变得更强大了啊。你看他生气的样子，觉得可爱的话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10点左右赶海直播。来了兄弟们啊，闯大祸了啊，甭想拿这个吸盘鱼把这个玻璃给吸住的，这没想到把玻璃给吸碎了啊，嘿嘿，拍这个视频啊付出了巨大代价啊，真想要你们个双击，进来老铁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玩，感谢。金蝉道财运道，海金蝉是大海里的稀有物种，其为罕见，祝双击的老铁必发财，评论富时代。今天是高考第二天，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，双击皆好运。关注我下午直播赶海。吃鱿鱼之前，首先要用一个剪刀把它的牙齿给它去掉，然后用剪刀从中间冲开，把里边的墨给洗干净了啊，咱们的铁板鱿鱼就完美成功了。吃过鱿鱼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我的妈了，怎么这么多墨？双击双击关注，过会直播赶海了。